这消息来自中埔乡活动的消息，创建于1959年的嘉义保长义民庙，今年农历7月20日由中埔乡八庄头轮值主办义民祭典。中埔乡公所将要伫8月18日举办客家传统文化节活动，安排了百人搭搭菜粿，就厝中现早期搭搭拜义民爷的情形。中埔乡长李碧晶和观音官等批人等人和乡亲做伙搭搭走入会场，搭内底有35粒金银炮竹和饭菜等祭品。这是早期乡亲对分家一代搭搭到家己的包装义民庙祭拜义民爷的情形。竹楼里面呢，那其实我们都是遵循古礼，那我们放了这些35粒还有菜碗，那除了要祭天请求神明保佑之外呢，那最重要的那就是要犒赏那些壮烈牺牲的这些客家先民，那将帅弟兄们，那我们要表达对义民爷的一个感谢，对义民爷的一个敬爱了。嘉义保庄义民庙有五大轮值区，今年由中埔乡八庄头轮值，伫中埔乡公所将在8月18日在嘉义县客家文化会馆举办义民祭相关活动，让更多民众了解客家文化。包括就是会有开口诗的表演，还有赛神猪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客家文化，尤其是在宗教方面以及它文化上面的一个传承。中埔乡公所表示，活动当天除了有百人搭搭菜粿之外，佮安排开口诗等表演，现场有客家美食品尝。和平中体验早期家己移民者的盛况，我们希望展现我们中埔乡多元族群融合一个的包容精神，还有我们小小客家诗下一代的一个延续和传承。那在这呢，毕竟要邀请大家那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盛会。乡长李碧晶也指出，中埔人口数44691人，客家族群占5000人左右。虽然嘉义县境内并无移民庙，唯有客家文化在中埔持续发展，公所努力向客家委员会争取经费，推动客家文化。新闻看到从中埔乡采访报道。